逍遥哥哥，月如姐姐，你们看这地上的尸体血迹，应该就是喂养水魔兽留下的。那邪兽就在这附近，不然半月怎么喂它？总不能带着个大东西跑东跑西的吧？用地脉之力传送鲜血就好了。用石的力量控制鲜血传输喂养邪兽。西哥啊西哥，你这是给我找了个大麻烦呢。你堂堂天玄门少主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坏人为非作歹？玉如姐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罢了，既然都查到这个地步了，总不能假装看不到。看来我们来晚一步，此处已被废弃了，残存的石借地脉之力不断催生，竟凝聚出了煞。诸位，咱们不仅要除去煞，还要将被石污染的地脉阻断，以绝后患。逍遥，天下间的妖孽都该死，去死吧！这家伙是有多讨厌妖怪？还有最后一处，由我来阻断吧。蛇妖哪里逃？仙女竟然是蛇妖变的，北野禅师，只有北野禅师才能降服妖女。不许胡说，灵儿怎么会是妖怪？这件事我查清楚之前，不许你们造谣。怪不得当初他袒护你，原来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。这位老兄，瞧把你给吓的舌头撸直再来说话吧。你们听好了，就算灵儿是妖怪又怎么样？他从没伤害过任何人，倒是你们除暴安良的本事没有，栽赃嫁祸混淆是非的本事倒是挺厉害。那女人变蛇跑了，你们就狗急跳墙了吗？说不过打也打不过，我还臊吗？月如姐好帅，太潇洒了吧。哼，咱们去找北野禅师主持公道。英雄，西哥姑娘，灵儿这件事你们可有什么线索？赵姑娘是在荒乱中变成半人半蛇的模样，很可能是中了某种妖法毒咒。在我天玄门的探查中，确实发现几处洞窟，那里除了人和妖的残肢外，也发现半人半妖的合体，不过那些妖人身上都带着石，且实力强大，所以我并未命弟子深入调查。英雄，可否告诉我具体地点？我自己找过去。是昔日某邪教遗留的废墟，那地方险要的紧，你当真要去？为了灵儿，多危险也要去。赵姑娘医治过我四象门弟子，这次我和你们一起去寻她。你们先回客栈准备，我叫上门内弟子，在废墟那儿和你们会合。